在路边看到一个小女孩，过来，我说太危险了，过来。她量体重。体重赚钱吗？赚钱，对的。你问她今天有人称这个吗？一路开始有啊，好的好的。没有，一个都没有。要拿发单拿个的。一个多少钱？十块。杀你。那么轻。就赚了这么多钱、今天。没关系，他说他害怕我们。哦。对的，因为可能他们的弟弟不在，哥哥不在。没关系，你说我是中国来的阿姨，我们就在这里吃饭，吃完饭，把他送回家。没关系的。不要害怕，不要害怕。他已经吃饱了，他就会来吃饱了。他肯定没有吃饭，他可能有点害怕。对的。你要不你问他，我们去找他的弟弟，好不好？因为你告诉他，因为我在中国帮助小孩子，我们来了阿富汗，也想帮助这里的小孩子。这里。哎，你自己在说那个，就是这里吃饭的地方。吃完饭让他再回来。阿富汗的女孩子，他们的家人是教他不要跟陌生人走。那我想买点吃的给他吧，他不愿意的话没关系，因为这个也好，就是家里面的人可能教他有一些防范意识，不可以跟陌生人一起走，女孩子都是这样，一样选了一点给他们尝尝。好，可以。你问他愿不愿意跟我一块去吃饭，其实我很想请他吃饭。他的叔叔跟我们去还可以的。那边去看一下，可以的，可以。这是他的叔叔吗？对的。那么带叔叔一起吧。这个我能理解，因为在中国我们也教育小孩子不要跟陌生的人一起走，这个是对的。对。但是我真的很想带他吃顿饭，因为我在这边看到他好几次啊，对。然后他今天才赚了10块钱，我想让他今天开心一下，这里有好多小孩子玩的，你问他想坐在哪里，你看这里好漂亮的，我们挑一个，这里，坐这边吧，把那个放下吧，好，放下，你问他要不要吃冰淇淋？点一个，他肯定想吃冰淇淋。他不喜欢吃这个吗？你问他。他害羞。他害羞。对的。你让他自己拿。不敢。你告诉他不要害羞。你怎么告诉他？这个秋千，上得去吗？我给你抱上去啊！好，自己上去了，我帮你摇吧。你开心吗？这好漂亮的一个小姑娘，这个。不想吃了，你给我吧，来，不想吃了，拿走。小女孩来了以后还是很开心的，这不是洗手的，不要掉下去了，好，下来吧。那这个好玩。这小女孩其实第一次来这种地方，能看得她非常开心。其实我们来都是非常好意的。但是也非常能理解，就是他们家庭对于他们女孩子的教育。慢一点，这里很多孩子都没有上过学，但是在阿富汗对于女性的这个安全问题，几乎家家父母都会有教育的。太开心了，笑成这样。饭好了啊，这里，对，他刚指给我看，等一下再来看吧。饭来了。还不错。那个冰淇淋都化了。哎呀，挺好看的冰淇淋。走。好，吃吧。这个给你一个馕。说真的，阿富汗的小孩真的只喜欢吃肉。因为我已经遇到很多次问他吃什么，就只要吃肉。我点了这个炒面。他说他的爸爸，他爸爸是去世了吗？离开去那个巴基斯坦，去巴基斯坦了。多久没有回来了？他跑了，去跑了。对的。啊。这个都没得没事。那现在大概两个月。
两个月跑了。那现在他跟他妈妈一起，还有别的人吗？四个哥哥。哦。三个姐姐。哦，那这么多人，让他快吃，快吃，等一下凉了。他的哥哥也做那个，量体重。哦，他哥哥也做量体重。一个是大的，他的哥哥，三个弟弟，比较小。那你问他有多久没有吃肉了呀？他从来没有去过这个啊？哦，从来没有吃过。那好吃吗？好不好吃？好吃吗？阿胖子给爸爸非常好吃，他工作到天黑。对的。然后我说你怎么去？他说我走路去。那天黑了，他回家不害怕吗？那没担心，没办法。那你问他走路回家要走多久？他可能不知道那个时间都不知道，一分钟那个一个小时是多少了？那应该不是很近。啊，对的。吃饱饭了，我们来看这个鸭子 ，duck， 鸭子，那还有鹤。哎，上面好像有孔雀。吃饱了，这个称体重女孩，哎，你问她，她还是去前面，要在那待到天黑吗？哎，她现在不回家。对的。其实说真的，我真的想送她回家，因为天黑了很不安全，但是我没有办法，她还是比较害怕。担心一个人跟我们一起了。啊，这个把这个给他，这个买的这个饼干。哎，买了，买这个不是好难办吗？我给他100块，让他等会打车回家吧。他不让我跟他一起回家。啊，好，早点回家吧。谢谢你。谢谢你。好，早点回家吧。